不叫好了，那姐妹认多，对对，姐妹认多哈，咱不让带就是不让带，就是谁忘了，这个谁忘了，你先忘了，不用不用不用，都别动，别说了，带走一多些，这是不是？带走的没不行哈，好了，啊，从那边拎西瓜，从那边拎西瓜。你再一个，你拿两个刚才我自己给。俺那么点那玩意儿，一看有孩。叫他来，叫他来，叫他来。他那么看到孩嘞？有快点到那边。啊，行行行，可以带到城市。那任何人都一样，那就这样吧。这样一样，还是啥？都一样。还能再叫他来呗？啊，叫他来吧，那家来吧哈。来，大娘。感谢咱龙华送的粉丝灯牌啊，谢谢谢谢。那个不叫扫，搁这咱哪个人呢？不叫，都别扫地也背的，不是，扫地也背的，扫地背的。个人那个嚷的行了，好了，都别动，都别动，我自己来，好吧，我自己来，好吧。任何人，既然我们说哈，这都一样，咱都一样哈。到里边，到里边。来，烫手吧。来，来。再进，再进，再进。把视频动一下，把视频动一下，好不好？把视频让他动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让他过来吧，这令子在这个来，我真不好意思。如果不给恁，每人都有份，咱每人都有份。对，但是说就是俺规矩办事是吧？俺规矩办事啊。得按规矩办事，对对对，咱既然做了，咱就按规矩办事，是不是？咱既然做了，就按规矩办事。咱所有的家人打一波上人，行吗？所有的家人打一波上人。咱所有的家人打一波上人啊。他不落这个单元吗？所有的家人，咱们打一波上人。今天大宝子，今天大宝子，所有的家人啊，打一波上人。感谢我所有的家人支持。感谢我所有的家人支持。感谢我所有的家人支持，我们打一波上人，所有的家人打一波上人。咱所有的家人打一波上人呀，支持一下正能量，支持一下正能量。别烫着了，大娘。啊，这脖子好小啊，这脖子小吗？这脖子小吗？这包子还小，不小了吧？不小了吧？不小了吧？你的声音亮啊亮，有回音。啊，现在好了吗？现在好了哈。是不是还要人那供养？嗯，这垫一垫多好了，垫一垫就都不用供养了。咱所有的家人支持一下，支持一下，我们打一波上人呀！咱所有的家人，干一天活不够吃的，够的够的，我们既然做了就要够老人吃。我一个女生吃俩就，没，就不是问题哈、啊。对对对，一个人只能打一份的呀，只能打一个。他不愿意来，他没愿意来。我怎么一记子都这样了？他没愿意来。他一记子都这样了，咋着？叫领导说，叫领导说。他不能来，他不能。现在好了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你等会儿，等一会儿吧，哥呢？等会儿，等一会儿吧。都这样的，一人。宝子，大宝子真灵啊！对对对，咱这是大宝子。叫大娘把碗拿走，叫大娘把碗拿走。待着吧。你把碗都你放这里，我怎么给你抬过去，大娘？哎，你把碗放到这里，等一下我碗子不知道给你放哪去了，是不是？咱老人那个岁数都大了啊，我也是真不容易。派发快点啊，我已经很快了。这是刚出国的，你不觉得我烫吗？这个大热天，你不觉得我烫吗？加上刚出国的包子，然后你再要快一点，你不觉得我烫吗？还大热天，38-39度啊，38-39度。你说让我快点，我都感觉我都已经很烫了，我还那个手还，只要他们在这，我都会给他们打。咱所有的家人上上人，所有的家人，咱所有的家人上一波人好吗？咱所有的家人，咱所有的家人上上人，所有的家人。
咱所有的家人打打上人行吗？打打上人。等会儿，咱天窗的队伍了，你快接。俩人发。我们这儿装的。咱所有的家人啊，咱给我留点好的好的啊！咱所有的家人打上人，所有的家人打一个上人啊。好嘞，好嘞。大娘，我给你只能打一个，服了，咱既然服了，前面都是这儿，老头在这儿吗？他在这儿，你就要来打什么？大娘，走了，他不能走啊，在这儿来是吧？走，大娘，等，既然咱看到了人在这里，我们就给他们打，就给他们打哈。如果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可能就是。正能量，所有的家人打一波上人行吗？咱所有的家人打一波上人啊！我希望所有的家人也能够体谅一点，因为这个包子现显出来它很烫。支持一下所有的家人。不过是可以再拿的，对的呀，是啊，我们既然给老人吃。那个人呢？那个人。不是这干了，这同一视同仁是吧？啊，一视同仁，既然说一视同仁，没来就不打，我没来。大娘，我是这样的，我前面的我都没给，如果我给你了，前面人家走了，就是非得说我。啊，他如果他来了，我不打给是不？我不那个。中大娘。他走了不好走。行行，大娘，只要推荐不犯的他来了是吧？我就打给你们是吧，大娘？咱一视同仁，要不然前面的要肯定要说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搁这来了呀，大娘。好。好吧。啊，行，大娘，尝尝今天的包子可好吃了。那。你们那里是第二趟。是。第二趟。第二趟。这就辛苦了您哈。没事，大娘不辛苦，跟您做饭也是让人那个很开心的一件事，也是很开心一件事。这是李大爷，好，大爷领西瓜，大爷哈，啊，大爷，我只能给你打一份，那个大娘来了吗？他不能，怎么着？我只能给你打一份，因为都是咱一视同仁，既然说了，我就要做到，要不然咱前面人咱都会服，都来揍我，我也没法子服。啊，带一个是吧？好，既然说了，咱就要带。明天试试讨价，给他们那个还不来。拿西瓜，大爷，拿西瓜。来吧，两个够吃的，所有的家人，我可以让你看到，你这包子，这包子不够吃吗？那所有的家人，这包子不够吃吗？那么大还不够吃吗？说一声啊，给他们说一声，咱们不是我欠你们的啊，是关爱你们啊，不要说不让你带走也生气。咱是。脸拉着啊。这样等着。但是等你要来吧，大爷，你要来吧，一人打两份，我实在做不到，因为领导他。因为我做挺大的，对，一个包子很大的，一个包子很大的。你叫大娘来吧，中吧？要不然我这两个包子如果不够的话，我怎么说呢？我们既然做了，咱所有的家人支持一下，这样我起着把了。我就说，那你是厉害，你厉害。要不然看一下视频，你能吃五个，咱试试，随便吃。对，我们就是管饱哈，管饱。他不管吃多少，我们管饱。他并不是说，哎呀，你就只能吃这些，你就只能吃这些，然后别的都不能吃哈。明天发包子，弄个桌子，也是就是没有想到就是。盖子在案子上，哎，慢。我手机账还看不到嘞，给我拿个胳膊的板，我看不见手机了。咱所有的家人啊，所有的家人，感谢做做好事。中，做最好的啊，好的，好的，大娘。在这玩呢，我嫂子在这玩呢。在回去在这了，行，大娘，咱就是那个红草呀，没了呀。行，大娘，行啊。病重的。中，咱就是这个大娘跟我说的，这个大娘屋里有一个人，他病了，他小孩带他来了。
咱就给啊，来了就给，对不对啊？没咋样，小孩来了，没事没事哈。啊。这包子已经，我觉得这包子很大了，这包子已经很大了。他所有的家人可以看一下啊，已经很大了。来大娘，拿西瓜大娘。还一个人家赖玲大娘，叫赖玲。咱所有的家人打一份儿，如果没。来了就给啊，咱所有的家人，咱既然说了，咱就要做到，对不对？叫他赖玲。咱既然说了，咱就要做到，对不对哈？咱既然说了，咱就要做，所有的家人支持一下。跟大爷在这儿站着来，在这儿来坐，行啊。既然来了是吧？怎么没糖？有西瓜，因为现在都几点了，对不？在这里。再加点汤，真是没办不到啊！来，嫂子，你那个啥吧，嫂子，你叫再来一个，你叫赖嫂子，要是咱找你别为难我嫂子，行，嫂子，叫大哥来。我说的这个是俺邻居啊，我是，说实话，一视同仁，因为领导在这来，我不能。管保不管带走，对，既然咱管了，就是管保不管带走。那大娘带上我来，这路边。行啊，好嘞。既然来了是吧？既然下一回要赖领，大家下回要赖领，大爷要赖领。这个烂了，我多给你一个吧。这个烂了，怎么大家？这个烂了，我给你的，多给你一个哈。我个俩人嘞，那不在那个大车子上嘞。啊，那我再给你一个，再给你个人嘞，怎么？还一两，这搁这个俩人。这张咱慢慢来，别急哈。咱所有的家人没给主播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所有的家人没给主播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。没给主播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上上人。咱所有的家人啊，咱上一下人乱了，没有乱，咱所有的家人没有乱。两个人，好，大爷，慢慢的啊。来，再拿一个吧，来，然后来，咱所有的家人，咱所有的，啊、真贪心。那慢慢发，一着急更热，哎呀，我热的是受不了，我说你把你夹子给我，你把你。手机烫了，对，手机因为太烫了，啊。那你大爷那里？那不你大爷在那？啊，行。一个。哎呦，太烫了，看来我不行。嗯，还好。对。一点点都没沾，还好。现在不长肉啊！哎，大爷，没事，你不要的，你不要的，你把武大伟端走了哈！都是大娘大爷，啊，整。是吧？这个饭看大爷，这饭看大爷，哎呦，烫死了，还得一份了。来。我没有办法，让老人自己拿不行，因为都让拿，是不是就太乱了，是不是？自己拿肯定是不行，我拿都已经烫的不行了，而且还乱了，要是自己拿都怎么样？咱所有的家人打一波，可怜了。我这手烫的我不行，这手烫的不行。咱所有的家人打一波上人行吗？所有的家人，感谢小柴送的心心啊，谢谢小柴。哎呀，咱这三轮车都骑过来了，大爷啊，你三轮车骑到这来了？你我你车子骑到这来了？哦。你喊我，我给你送去。你们没饭，走吧，没饭。啊，知道。知道。还有嘞，那西瓜咋呢？不要，吃个吧。包子咋样？给你吧，吃吧。你咋不吃啊？
哎，热不热天气？40度，38、39度，40度。39度、40度，你说热不热吧？你说热不热？热的我都不行，热的我都不行，太热太热了，太热太热了啊！哎，老人嘛都是不要钱的，不要钱。哪个县的？咱单县啊，单县龙王庙镇田庄村啊，单县龙王庙镇田庄村哈。一次性手套那个里面那个再套一个线的手套，我就这样，我就这样，烫到我手都红了，看到了吗，家人？我手都红了，我手都红了。让我拿，我就拿。感谢8163啊，预约了下一步，预约了下一。预约了那个明天的直播啊，我看他接着，是的，有电话，那你不挂了啊？挂了已经。我赶紧送到家里啊，那个，过来一双纳五一，过来一双纳五一。那个假的，我没有想到，没有，我们没有想到。过来，过来一双纳五一，剩下都是。哎呦，烫我手都不行。那个，没那假的，没那假的哈。这是啥地方啊？小麦还没收，收罢了，收罢了。小麦还那个收罢了，但小麦都收罢了哈。这都没炸，上面这都没炸。这是啥地方？小麦还没收。刚才人上200了，手机一卡人掉下来了，对，帮忙收的。这手机就是，也不知道谁打电话，也不知道谁打电话，一下子那个啥了。咱所有的家人你看到了吗？你看不够吃就来拿了，不是不够吃，他不是不够吃啊，够吃的，他不够吃的又来拿，是不是？又不是说不给管饱，是管饱。这个是自助餐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咱这不是自助餐哈。免费的包子，是的，是的，咱是给免费给老人吃那个晚饭哈。我给你吃几个，你厉害了，你厉害了，你哈，是根本都吃不完。对呀，你看老人他们吃完了，是不是来拿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他们就是吃不饱，你可以来拿，又不是说的，哎呀，你就吃了两个就不给你了，是不是家人啊？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我们不管是烧饭、炒菜还是包子也好，你看拿了3个走了，你让我说了，我怎么说啊？是不是？我去了，管吃呗，妹妹，管吃啊，管吃啊。